欢迎收看，我是金钱报，带你了解金钱背后的故事。我是大 K 曾焕文。首先，现场的两位，欢迎现场两位的嘉宾。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木毛哥，第二位呢是财经壁怪客 Vincent， 还有第三位在线上对岸的季宏仁季老师。好，我们看到台北股市呢，今天中场呢是上涨了53点哦。最后一盘呢，从这个平盘以下，大概跌6-7点哦。那中场呢涨了53点，都是因为台积电拉尾盘哦，所以让台北股市呢呈现一个上涨。虽然今天台积电是拉尾盘偷袭哦，但是今天以盘面结构来看的话，其实大部分涨的呢，大家可以看到还是以传产族群居多，包括造纸、塑胶、观光、玻璃、橡胶、电器、纺织等等哦，几乎都是传产股在涨。因为市场可能担心通膨哦，可能不是暂时性的哦。还有中国大陆的限电哦，也导致很多的 原材料限产，所以这都跟传产原物料相关的部分哦，待会跟来宾来做讨论。好，那提醒各位忠实的观众朋友，我们的首播呢是在我是金钱报的官网里面，然后每一个首播都会盖上这个印章，那每一个交易日晚上大约7-8点的时间呢，就会准时的上菜。那大家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才不会漏掉我们的首播。那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呢？今天大涨，我们的主题叫做“报喜不报忧”，什么意思呢？大家看，刘若英有一首歌很红，对不对？叫做《我很好》。其实哦，我们查一下，东方人有个习惯哦，你也可以说它是个美德哦。大家都喜欢报喜不报忧，比如说异乡游子哦，打电话回家给爸爸妈妈的时候呢，一定说“我很好，我过得很好”。还有铁牛运功伞那个阿龙有没有？打电话回家也说“妈妈就好哎”。为什么都会这样呢？因为哦，其实哦。一般人哦都不喜欢把自己的不好的一面让大家知道，怕大家不喜欢我。那当然，这个逻辑哦，基本上呢，你怕父母亲担心你，好，你这个报喜不报 OK。但是严格来讲，我们说严格来讲哦，这是一个欺骗的行为哦，因为你不但欺骗他人，你也欺骗自己。那如果在一般的情况下呢，这是可以接受。但是如果用在投资市场上，我们跟 V 怪客来讨论哦，这就不能报喜不报忧了。为什么讲到这个呢？大家都知道你今天要解读八月份的外销订单，对不对？上个礼拜已经提醒大家，大家看一下所有的媒体几乎啦，不能说全部，几乎呢，你看哦，最强记录，最强记录，同年同月新高，有没有？最强八月，最强是历年最强八月，哎，对，几乎都是一面战声，有没有？都是看好的。然后今天呢，我们的金管会主委哦，在立法院的财委会呢接受质询，有人问他台股怎么看。他说基本面很好，内资对台股有信心，中长期外资会回头。我没有说他报喜不报忧，也许在他的位置上他必须给大家点信心，他也必须这样讲。对对对，他不敢讲其他的啦。是，但是媒体可以这样吗？媒体可以永远报喜不报忧吗？对，这个媒体我觉得媒体是要有应该有改进的空间啦。那他是因为主委的位置有他不方便的地方，是、哦、那是无可厚非。对啊，像很多的财经节目跟平台也都是一路看多，也是报喜不报忧。我们平台就不一样，对不对？有风险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会提醒大家。对啊，这样因为主要是担心投资朋友怕他会误判。是。那你误判的话，他在做交易决策的时候可能会受到影响。对，会受到影响，这样就比较不好。所以那他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他，可以原谅他。不过原则上我们讲到这个整个外销订单，我也不是说它不好，但是我们要知道里面的内在结构。哎呦，哦，现在结构是怎么样？这个差很多。我们来看嘛，各位看到画面上黄色的柱状体就是我们台湾的外销订单，哦，这是绝对金额，绝对金额，接单金额。那我们如果其实这样一看过去，很明显，我们光看这个长短，哦，是我们用图像，这叫什么？图像的这个记忆法，对，视觉记忆法。你看到去年是这样子，也要一路上。对对对对，但是你有没有感觉今年是平的？对，有没有就有一点这种，所以感觉是有一点推不太上去的感觉。对，看这年增率也很明显哦，去年是这样子嘛。对对对，啊，今年是哎呦，对，因为这个基期的关系，那基期越来越高，它当然一路往下降，这可以理解。
好，那零轴在这个地方，所以还没有这个还有个距离。但是重点是我们光看这个，是感觉是说这个金额就好像已经到达紧绷区了，是？对，等于说你越接近这个年底，这个是去年年底嘛？对，十一月、十二月。对你越接近这个年底，年底，嗯，就应该讲我们现在越接近年底哈，你如果相对去年，你会看你的基期很高，对，搞不好这个掉到。万一掉到负成长，因为也不是不可能哦。去年十二月在这边了，对，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如果用整个这个柱状图来看哦，是感觉到有点吃力。嗯哼，那我们如果看绝对值，你看哦，是比上个月少哦。嗯哼，比上个月少，所以你第一眼感觉你看到这个什么破纪录啊，最强最强最强。当然，你如果 你觉得好像没有这么强，是不是？对，就当然你如果。以历年八月份来比较，它当然是最好的，没有错。所以基本上他们也没有形容错误，但是只是说它不够全面，它不够全面，它只挑了好的讲。那它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来报道说？但是我接单是比上个月少的嘞。这个长短，我光用目测的就感觉出来了。对，哦，所以这个还是所以媒体对于投资人哦，不能只报喜不报忧了。对，这个怕会投资人会误判。所以你看，我们光从绝对值来看，它是比上个月减少。是啊，虽然你的年增率还有17.6%，但是其实它比上个月减少。好，哎，那这样问题就来了。我们讲，你现在是旺季。嗯。哎，那你这样有像旺季吗？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今年以来刚开头不是大 K 有讲说，这个通膨的压力，各位去回想哦，今年上半年到现在。有多少电子零组件还有原物料是涨价的？哇，数不清了，涨一轮了啦！什么水泥、玻璃，什么、啊、什么连那个你想到的任何产品都，欸、对，什么 PCB 什么，它通通都涨、啊。什么被动元件都涨过啊，记忆体啊、面板、啊、铜啊，对，这个涨过，几乎都涨过。那你想想看 ，IC 设计的晶片也涨成这样，那照理说，你如果是旺季，你销售同样的数量，对，你价格一涨。那个金额应该很大啊，那我们外销订单的绝对金额应该一路创高啊。对，所以说你如果去除掉，各位投资人你要很仔细哦，如果你去除掉这个价格效应，那是不是代表你销售的数量是比去年少更多？你现在只是比上个月少更多，对，比上个月金额只是少这样，但是你如果算数量，是不是少？哇，少更多，少更多，因为你要去除价格因素，对，因为价格在高档，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哦，这个魔鬼细节哦，所以你要想说，到底今年会忘记不忘？那我觉得这个哈、是大家要有一些警觉性。第一个你担心的部分。对，第一个担心、那到底是外销订单到底减少，到底是哪个地区减少？我们要好细部分解。好，这个以国家地区分别的话哈、蓝色是美国，哎、持平。美国持平，没什么变动。好、那欧洲是红色哦，掉下来。这欧洲，好、这是欧洲。那中国大陆呢？虽然我们讲说中国大陆哈，我一直提醒各位说，它的一个补库存的景气循环是已经结束了。是，但是至少哈，我们从这边看它的接单还微微上扬哦，就这个月，好、还没有很明显下滑。好、那日本跟东协也还好，持平。现在原来就是欧洲掉的比较明显。欧洲了。那欧洲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我们如果再进一步去追下去哦，是，为什么欧洲会掉那么多？这是欧元区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哦 ，PMI 很明显下滑，是哦，这下滑也是很明显，虽然都还在荣枯线哦。你制造业的话，它现在还在58.7，那服务业的话是在56.3，都还在这个50的荣枯线之上。但是你如果只看这个数字，你不觉得，因为它还是在荣枯线之上。但是你如果看图形哦，你看是不是？连续两个月，一个月两个月，第三个月，这个制造业来讲、它是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对，而且很明显弯下来。那服务业是第二个月下滑，是，所以感觉哈、确实，因为 PMI 是领先指标嘛，对，所以是有关联的哦。所以原则上，我觉得说我们要细部看目前台湾的基本面，就是这个主人，到底他现在。我们去量他的血压、量他的这个各项什么健康检查，血糖啊，确实有要注意的地方，哦、要注意了。对，这个是欧洲、好，那我们来看，我们如果用产业别来看，对，你那时候叫大家自己做功课，对不对？对对对对，一定要注意资通信跟电子产品的，因为这两个比重最大嘛。对，好，这是我们出口大宗。
如果按照产业别，我们看这两个是最重要，我们出口主力产业。那蓝色的部分，我们一直提醒各位，我们担心哦，它会掉下去。对，电子产品。对，电子产品还好，它是微微上扬。是。好，等于比上个月多了多少？多了一个百分点。那至少是多嘛。对。但是很不幸的，为什么好不容易这个多了，怎么这个又少了？怎么两个在跷跷板啊？对，对不对？就那么上个月资通讯翘起来，对，就电子往下，就这个月电子往上，资通讯又往下，下怎么要等这两个产品同时往上，有那么难吗？所以我说，我们最近的外销订单、啊、真的让投资人实在是不省心啊，没办法省心啊，好不容易注意这个不要掉下来，结果好了它过关了，结果它又掉下来，对，哦轮流，所以而且它掉下来还很明显、哦，是，所以这个接单哈、哦、确实，那这个。这是什么？资通讯的话代表终端产品，终端产品有什么？我们讲说，这个 手机啊、NB 啊、PC 啊、平板电脑啊、PC 啊、伺服器也算啊，伺服器也算、嗯。所以原则上感觉哈、哦，这个终端的这个订单有点弱了，那可能就是去化不太顺、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留意。如果你一样哦，我在这边讲。如果你下一个月你再继续减少，我看这个可能会被拖下来。为什么？你终端的订单卖得不好，对，它上游的拉货也会减少。对啊，那你干嘛备料备那么多零组件、这个一样的道理、而且你看，如果去除价格因素，搞不好两个都是掉下来的。对，就你刚前面讲的嘛。对，我讲，所以价格因素是很重要。所以我认为这个就是说，虽然八月的接单是所有历年八月最好的。以八月份的状况是历史新高，但是你如果比上个月比，确实是感觉有一点吃力、所以你觉得还是有美中不足的地方。对，所以这个哈、回应到大盘，我们来解怎么解读的，就是说是这个会造成哈、我们九月营收，因为再过一个礼拜，陆陆续续要公布九月营收，对，那可能会造成所有上市柜公司九月营收的增长动能，增长动能就趋缓、可能会不如预期。是，对。那我们需要。借一下大盘的指数吗？对，那你如果说再过一个礼拜陆陆续续来公布营收，既然营收会不如预期的话，是，那可能你要再去挑战前面这个高点18000、那时间就拖比较久哦。而且你上次讲的联电是指标，联电也没有什么动嘛，对不对？对，今天联电是小幅拉回，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那另外还有什么产业要注意？就除了这个资通讯，这是我们主力产业，电子大宗之外，对。哎呦，还有一个就是基本金属，基本金属，基本金属哦，过去上半年以来是一路创新高，哎呀，终于拉回了。可是突然哈、新的数据出来，接单是往下明显掉哦，减了多少？比上个月减掉 8.5%，所以这个就很怪了。你看，你总金额已经减了9.8%，是。那如果我按数量用吨来算呢，那可能减更多哦，没错。因为有价格因素嘛，因为价格还在高档嘛，对，价格你涨了嘛，涨了怎么还会减？所以这个还是、我们还是要很谨慎啊、所以为什么我刚讲说，从这个将近两个月前，我们一直提醒各位说，一直要看随时追踪这个基本面变化，因为总是有一些疑虑。那确实现在公布出来数据，确实是长这个样子哈、那我们来看哈、很重要，很重要。我们要看这个外销订单的动向指数，为什么？它是外销订单的领先指标。它是外销订单的领先指标。你看，连大 K 都记那么清楚。对对对对。投资人，你没有记起来，打屁股。打屁股。所以大家看哈、还好是说都在龙枯线以上。哦，掉了一点点是，但还好。哎、资通讯有掉一点点，但是还在50以上。52.4。那电子呢，也差不多。差不多。哎，差不多。那现在光学器材。是动向指标掉到50以下，那就要小心。首次跌破50喽。对，首次跌破50。那光学器材哈、最大宗是什么？是面板。面板。因为经济部把面板归类为光学器材，所以这个我们就要有点留意。那基本金属呢？哎呦，跌破50了呢。哦，外销动向指数也跌破50哦，这个也是我们该留意的地方。哦、对。哎、但是这个呢？哦，塑橡胶突然大增呢。这个可能就是跟油价有关系，因为最近过去一个月油价涨很多，是、所以这个接单状况，所以原则上、只要资通讯跟电子这个动向指标没有大的问题，我想应该还有机会。但是、我刚提醒各位、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基本金属的部分、
这个基本清楚、嗯、那你就要心里就要 有个数哦，如果万一以这个 K 线、嗯、我们讲技术面如果说有一些瑕疵出现的时候、嗯、你的风险还是要控制好。对，因为基本金属的外销金额创新高、哦、是最早我相信所有的媒体应该就是 V 快哥先跟大家讲，那现在呢已经创高拉回，他也领先跟大家讲、哦、等于说你要再去挑战今年的高点、嗯、它的难度会比较高。我讲股价、哦嗯、股价当然你上中下游还是有一些区别啦，是不是全面，所以这个部分、嗯、外销订单、哦、大概就给你一个概念，说这个地方可能我们加权指数要去挑战18000的几率、哦嗯、稍微降低一点点，是变成说时间会拉比较长。好、欸、大概非常谢谢 V 怪客把这个八月外销订单呢一样做很细部的一个解释哦、嗯、那提醒大家这个九月营收呢可能不会所有的族群都很好，对，变成说你创高的动能 会缩减。 对， 對，那第二个问题呢是现在市场上最热的，大家今天很多的节目都在讨论中国大陆这个限电限产的问题哦，所以、嗯导致很多的今天的传产的股不都大涨吗？对 对， 对，全部都呈现大涨。那我们要问一下 V 快客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新闻哦？因为很多人都说中国大陆电不够啦，你知道，其实台湾媒体或西方媒体很喜欢哦，对于中国大陆新闻都是报忧不报喜，你知道吗？对台湾自己新闻就是报喜不报忧。今天有很多对岸都是只报忧而不报喜，哎，这也很怪，你怎么看？今天就有很多媒体的新闻是说，哇，这个又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有很多行业影响，尤其是 PCB 哈、哦。待会木华哥也会跟大家报告。对，这个营收可能会掉很多。嗯、真的有没有那么严重？好，我们觉得中国大陆有没有可能缺电？我先讲结论哈。好，我们从大角度来看，不太可能，不太可能，不太可能，那个几率几乎是零。哎，怎么说？嗯，我们来这个哈、哦，这个要有数据哈、哦，有一说一哦哈、嗯，这个一定要有一分证据才能讲一分话。是，这个到底？中国大陆会不会缺电？嗯，我们来看、哦、中国大陆发电的总装机量是多少？我不管你是火力发电、核能发电、水力发电，还是什么太阳能、风力、嗯、都一样。哎，总装机容量多少？22.6亿千瓦。是。那当然有很多投资人会说，那这个没有什么概念，到底是多大？对，22.6亿千瓦，这个千瓦到底是什么？嗯，千瓦其实就是我们在缴电费，不是会有账单有你用了几度几度有没有？是，千瓦小时就是一度，哦、你用的电就一度、嗯啊。夏天开冷气当然会用比较多。那所以这样的装机量代表什么？约当每小时哦，嗯，一小时可以发电量22.6亿度。哎呦，是，嗯哼，那22.6亿度很可怕，一个小时，那一年。一年有几个小时、啊、要算一下、哦欸、一天有24个小时，24再乘以365，你把它乘上去、哦、等于一年的发电有多少？将近20兆，19.79兆度、嗯哦、那当然你也没有概念这个到底会不会缺电。那我们来看、哦、大陆一年用电多少？中国大陆一年的用电量是多少？7.6兆度、欸、那怎么会缺？那当然，那有些比较反应比较快，当然会、嗯、比较聪明的投资人啦，他讲那装机容量也不见得是、全部都在发电，对，这样子比较也有欠客观、嗯、是没有错。为什么风力发电不是每次都对啊？万一没有风，对，也有没有太阳能发电，没太阳的时候，太阳下山，你太阳能也没有用啊。对啊，对啊。那水力发电呢？也有，大陆也有枯水期啊，就像台湾一样有枯水期。好，那没有关系。我们记住，大陆一年用电是7.6亿度、嗯。那我们看，我们把风力发电最不稳定的，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通通扣掉。嗯，假设水力发电水通通把它截掉，假设通通不下雨了，是我们只看火力发电，我们只看火力发电，不受天候影响的。对，总装置量也有12.45兆哦。欸、是12.45亿千瓦，那一年发电约10.9兆度、欸。那你看，你现在一年用电量是这样，光用火力发电就够了。光用火力发电其实就足够、欸，所以怎么会缺电？这个数字不是我编的哦，嗯，这个数字哈、哦，我想各位你有兴趣，你去 Google 都找得到，因为这官方的数字哈、哦嗯、，Google 能找得到。那所以我们来看哈、哦嗯，我们可以看这个是大陆发电的结构。哦，目前刚才讲的这个火力发电就是这个部分，对，哦、这个部分10.9兆度、哦。对对对对，原则上呢，我想不会缺电，嗯、所以我预估呢。这一次、哦、所有的产能其实大概应该一个多礼拜，最多2周以后、嗯、
就不会有事了，就恢复了，就恢复供电。而且，既然是这样的话，所以也不会有转单的效应，大概就会恢复原状，大家不用太过担心了。所以没有那么严重啦，没有那么严重，没有那么严重。那还有就是说，你看这是高盛预估的嘛，那我觉得他有一个除了节能减排以外，我觉得铁矿砂当初认为说他这个哦，我们认为说他打不下来，他还是用政策上对。真的被打下来了，真的被打下来。铁矿砂这样。那最近涨很多的什么？煤嘛，动力煤。动力煤是黑色这一块。那未来需求会一路掉，这是高盛预估的。所以你看，在这个状况之下煤你要不要担心说会一路涨？不会，它最后也是会被打下来。是，大概是，所以这个能源供需大概这样。好，那等一下这个加强力，加强力的部分，好久没有回答问题了。对，有一些。投资人的疑难杂症，我们还是一个一个尽量来帮各位做一个解答啦。对，只有加强订的人可以留言问我们的来宾哦，好不好？这是个特权，好不好？那我们一一帮大家做解答。那讲到加强订，大家应该还记得上个礼拜的9月23号，上礼拜四，礼拜四，我们加强订有一个个股范例叫4536的拓凯，我们看一下右边的 K 线好了。上个礼拜提醒大家，这叫什么？右下角选股法。哦，对。我想说，看一下好不好？右下角选股就是说，当你有经过一段长时间利空的淬炼之后，是，那它跌不下去了，应该就有物极必反的效果了。果然是今天就一个长红棒哦，接近涨停板哦。对，好，所以我想，那我们再提醒大家，之前还有这个也是啊，预期对不对？预期也创波段新高，也是右下角选股法之前的。对，所以我想这个加强定还是很重要的，重要。那加强定怎么定呢？来，我们请 V 怪客帮我们点一下。就在我们的官网看完之后呢，这边有一个显示完整资讯，把它点开来，有三个传送门，好不好？对，任选一个传送门呢，就可以得到我们最新的加强订的一个资料。好，再来第二位来宾呢，要请教到木华哥，是一样延续到今天最热的话题，就是中国大陆这个限电的情况，对于传产还有相关的电子产业影响，其实市场上还蛮担心这件事情，特别是PCB 的部分，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是元大投顾的报告，对，它里面有特别提到，因为很多 PCB 厂都在江苏省，它把这个营收占比比较高的都列出来了，那待会木华哥会一并帮我们做一个解读，你怎么看接下来事情的这个发展？好，那据我知道这次停电是很突然的，事实上对台商来讲，在昆山相关台商来讲很突然，但事实上其实中国大陆限电所谓能耗双控已经执行了一段时间了、这个其实并不是这个月才开始，它早在八月就开始有做这个部分省份或者城市的限电，之前好像是传产被点名到，只是突然电子厂被点到是比较大家意料之外，因为昆山跟苏州呢是在9月25号晚上才收到紧急通知，然后呢直接就跟你讲说从9月26号中午就开始，隔天中午就开始，一直停到9月30号，就是说你一直到月底你都不用开工了啦，五个工作日，而且连发电机都不准用，就是说你要用发电机也不行，也不行啊，所以说在这样状况之下呢，台商就有点慌了，就是说他们。像慌的倒不是说停这一段时间，而是呢，到底未来10月到12月还要不要再停？对，那据说呢，现在目前台商大厂都有收到问卷了，就是说，中国大陆的这个相关官方发给的问卷，那去调查他们对于未来能源的需求以及后面产能啊种种的一些了解他们的一个经营情况，然后再去决定说呢，10月到12月。这个所谓限电的措施到底会什么？那这样还蛮贴心的，还是有问一下厂商的意见、因为毕竟它也涉及到整个 GDP 出口嘛，对，没错。所以说在这样状况之下，它也是求取一些政策上面的、找到一个平衡点。平衡点，对。但问题是说，大家都会问说，为什么要这个所谓这个、拉闸限电？这个套句中国大陆的话说叫拉闸限电。是的。最主要呢，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说他们现在火电发电成本非常的高。那我们知道火电发电成本不是这个用动力煤呢，就用天然气。对。可以看到这个动力煤的煤价是涨成什么样子，最近喷翻了。好，刚前面 V 怪客有个图表，中国大陆的火力发电占了70%哦，没错，是最大宗啊。大家不要觉得说大陆好像核电厂很多啊，事实上它的火电还是它最主要发电的这个来源。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动力煤其实涨幅是非常大，而且对现在目前这个煤价非常高。那你会发现一个新闻呢，就发改委已经派员呐，到这个秦皇岛港去视察这个所谓的。煤矿的价格，然后而且那这些所谓煤矿商他们都已经保证说，我们不会涨价打劫调价，这某种情况也要告诉大家，就是说，
欸，其实这个煤价上涨其实已经造成整个能源价格上涨很重要的一个推手。是，那这样的一个推手的情况之下呢，自然就是说在火电发电成本上面他们去考量啊，某种情况说现在目前整个限电其实跟这个有关。另外一个天然气最近价格也是用喷的，对，这个欧洲也在抢，大家都在抢天然气啊。你知道现在欧洲的这个发电成本有多夸张吗？哦，这个我这样讲好了，就是说以现在目前欧洲的电价，好，跟美国的电价来讲，好，像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是，他们的电价现在跟去年同期比，大概都涨了 1.3 倍到 1.6 倍，哇，涨一倍多啊，哎，一倍多啊，美国也涨一倍多啊。那台湾的电价真的有够便宜的便宜，哦，所以台电 我想它现在目前应该蛮惨的是，哦，这个煤炭的价格天然气的价格应该都上来，哦，这个台电的发电成本应该也是大幅上升，啊，好，那天然气是最主要引发，哦，这个欧美电价大幅上涨的一个主要原因了，所以说呢，中国大陆在这个火电发电成本上，一个天然气一个煤价的一个上涨，其实它压力很大，这是第一个原因，对，哦，第二个原因就是所谓的二氧化碳减排，嗯哼，二氧化碳减排呢其实就是这个能耗双控最主要的原因了，因为大陆他们现在有一个所谓的总量管制，另外还有一个所谓的强度管制，那这个所谓的能耗双控是什么呢？就能耗强度降低跟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大概你会发现它两个，一个是强度，一个是消费总量，所以强度要降低，消费总量要控制。那当到年底的时候，大家就去检讨说啊，你今年的消费总量控制的情况怎么样，如果说你没达标或者你已经超过了怎么办？那当然就是说拉闸了嘛，就是说为了达到这个所谓总量管制，我就必须要，等于说他们上半年这个能耗量用太多，下半年要赶快严格管控。没错，其实去年也有啦，去年是在十二月执行的，但今年提早到提早到八九月就开始在动作了，就是说他总是每一年会来给你来一次这样子，那实施期间呢，就是说中秋节连假前期开始就实施了。那最主要一开始涉及的是一些高耗能的产业，像钢铁、水泥、化工啊，好，纺织、化纤啊，这些产业，好，包括像太阳能啊，这些都有受到一些影响，一些限电。那影响最主要是五个省份，好，江苏、浙江、广东、四川、云南、河南这五个最主要的省份。但据说中国大陆23省现在目前有一半，都已经是有这个拉闸限电的状况，东北也有这个拉闸限电的情况。因为东北听说风力发电有缺口啊，对，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刚才大 K 所讲的，其实因为天候的变化，所以风力发电、太阳能啊，这些水电啊，其实今年的整个发电量很不理想，不如预期啊，所以说这些种种因素就造成了这一波各地方所谓拉闸限电的一个不同的这个理由跟情势了，那在企业影响上面，水泥啊、钢材、铝啊、黄磷啊、动力煤这些原物料价格涨得很凶啊，对，然后呢，限电的让下游这个供货周期变长，所以订单现在目前交付的压力也变大，整个供应链又出现了一个另外一种状况，本来是塞港啊，现在又这个问题进来，对，供应链更麻烦了。好，所以说呢，台商是这一波最新被打到的，就是在 PCB 这个产业上，各位可以看到，直接给你限电限到九月底，那当然今天重灾区就像星星啦，这些股票都是台光电，这些都是被限电到的，那被动元件也有这个部分厂商。好，那另外面板的话呢，它现在目前我看到的这个消息面，面板说是并没有受到影响，影响不大是。好，但是会不会后面有影响，这个很难讲，因为毕竟据我知道，友达的厂应该也是在昆山吧？对对对，对不对？所以说怎么会这个会放过面板？他自己说好像影响不大，但是还要再观察。对，那日月光呢？先前讲说影响不大，但是今天有消息说日月光其实也有被限电到，好，那包括晶圆电啊、奇邦，是，他们都说他们这个有闪过，半导体的部分有闪过，所以这些公司的九月营收势必会受到影响。对，但影响最大的应该是 PCB， 因为大家都知道，像日月光、晶圆店，他们其实主要生产基地还是在台湾啦，好像这个晶圆店在竹南嘛，那日月光呢是在高雄 ，PCB 是重灾区 ，PCB 是重灾区。好，那至于说人保、和硕、伟创这些组装厂，它多少也有受到一些影响，那另外呢，已经公告出来，像建准啊、康控，他们都已经公告出来，他们有被限电到。我给各位看一下。最新有公告出来，像星星，像这个联宏科技、以盛 KY，包括像是这个康控 KY， 还有呢建准，他们其实呢都在这个公开讯息的公告上面都已经发布相关的消息了。对，都是9月26号最新公布的。对，就是昨天最新公布出来的一个情况。好，那这个就给大家参考一下，就是说确实是蛮多台商现在已经一波波接的，受到这个限电的影响。好，那至于说
真正占比比较高的，我们看几家公司了，好像晋鹏，好像是这个耀华、金相电，六成三啊，这两家是三成五，好，金相电就是今天最主要重在，因为开盘就跳空嘛，好大一个跳空缺口，有没有？好，台光电，等一下可以看一下他们的线图哈。好像星星，但是我觉得啊，建鼎是占建鼎七成、啊，对，建鼎的这个大本营就在大陆哈、嗯哦。但是我觉得用这个窄板的部分有点被错杀了，好像星星、景硕他们才两成多嘛，才两成多，而且还是很缺货。对啊，很缺货啊。然后南电虽然是高达四成、嗯、但是呢，基本上南电在台湾有新产能也开出来。所以你觉得比较担心的是哪几个？我觉得比较担心的话，像六成的金相电。哦、然后呢，另外像是七成的建鼎、哦、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五成的联茂，因为联茂最近股价表现相当不错了、嗯哦，所以有可能有一点这个居高了、哦、又被杀下来的一个感觉、嗯哦，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三档走势、哦、大家可以看到像金相电二三六八金相电、哦，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直接跳空破了所有均线，原本这个上周站上了所有均线，大家觉得说啊应该有一波多头、哦，上礼拜感觉突破平台，对，就今天真的是、哦、遇到这个天灾了、哦啊、是。哦、就被直接打下来，不过我是觉得是他打到这个位阶、哦、你可以看到在半年线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还是有他一定的这个，因为他线型其实还算相对强势，对，他其实相对他是一个居高的一个态势、嗯哦、那另外可以看一下建鼎、哦、3044建鼎、哦、那建鼎就相对比较弱了，有没有？他其实是走一个下降趋势、哦、那今天他其实没什么跌、哦、因为他事实上已经先跌了，对，他股价位阶不高，是、哦、那另外可以看到一下像联茂2613的联茂2613、嗯哦、那联茂今天就是因为拉高一大一波之后呢、嗯、今天也是出现比较大的跌 6% 多、哦、他也是一个带这个跳空破线的一个情况，好，所以那你说 ABF 比较没有受影响，对不对？对 ABF， 但是今天像景硕也跌不少哦、嗯、你可以看3189的景硕，哦，景硕今天也跌了快 5%、哦、对，可是它的线型还是在右上角、哦、对，但是它还是在右上角、哦、而且它还是跌到月线这个地方感觉有撑的味道，是，那当然你可以看一下南电、哦、8046南电、嗯、南电的话今天也跌了 2% 多，但是它相对跌幅又小一点了，有没有？它、哦、景硕跌了快半根跌停板，对、啊、上个礼拜五还创历史新高、对，它创历史新高的哦，将近500块的一个高价、嗯、今天有这个利空、嗯，相对 40% 的一个营收占比，但是呢也跌 2% 多，所以可见市场还是对它的基本面后续是有这个信心的。嗯、好，这个 PCB 里面哦，木华哥觉得 ABF 影响比较小哈、哦，让大家做一个参考，因为毕竟他们的基本面看起来是不错。嗯、对，那接下来、哦、因为今天传产特别强啊，对，今天除了台积电拖拉尾盘之外，对，其实都是涨传产，没错。哦、那为什么涨传产？事实上有它道理哈、哦，就是说。嗯，一个政策下去，它其实有受害有受惠嘛，绝对、哦、那受惠是什么？就是说相对哎，这个政策下去造成了中国大陆有很多的这个原物料价格大涨一波、啊、对、啊、限电之后有一些就限产嘛，就是供给变少了，对，比如说像 PVC 最近的这个价钱就大涨，比如你看像最近台塑啊华夏的股价就很强、哦、台塑今天大涨、哎、好像上个礼拜五上个礼拜五就大涨上来了，对，为什么？因为 PVC 价格大涨，另外华夏的股价也表现的最近也是蛮强势的、哦、华夏1305、哦、你可以看到华夏今天是拉了快涨停板了、哦、对，最高涨停、哦、为什么会是这么强势的一个情况呢、嗯、因为远东地区的 PVC 的价格呢，从八月初到现在，哦、已经涨了大概14%了、嗯。那中国大陆的 PVC 价格呢，涨了更到两成、嗯哦。所以说呢，整个这个限电的情况，其实又造成 PVC 价格再往上涨一波。嗯、另外 EVA 也是一样，哦、EVA 的价格也是创波段新高。EVA 是因为中国大陆现在整个太阳能级的 EVA 拉货强度非常的高，嗯哦、它装置量是落后进度、哦，所以下半年开始要补进度。对 ，EVA 就是那个灰色的那个塑胶水管，但是也可以有些材料是用在太阳能，对对，它有太阳能级的。另外还有就是用在那个鞋子，洞洞鞋啊、嗯、，EVA 鞋、哦，对对对，哦，那个其实也是 EVA 的用途。嗯、那相关概念股嘞？相关概念股的话，再主要就是台聚集团的台聚雅聚了。哦，你可以看到雅聚表现的像最近股价也很强势，今天股价是创新高、哦、而且升上50块。为什么雅聚这么强呢？因为雅聚、哦、你可以看到它的营收啊、哦。它其实七月八月的营收都是年增幅都达到90%哦，是哦，而且它今年上半年的 EPS 已经有2.5元了，嗯，哦，跟等于说今年上半年已经赚赢去年全年了，哦，那再加上呢，现在目前 EVA 价格看俏，对，哦，所以市场对它后市哦是有期待，还有就是他们的鼓雷石化专区台聚跟雅聚他们都有投资鼓雷哈、哦嗯，他们现在目前陆续要把这个到明后年啊这个。整个产能都要开出来，是、哦、所以说呢，未来还有这个新产能的题材、欸哦、那再加上这一波限电似乎也没限到他们，对、哦、所以他们反而变成受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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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
另外还有一个受惠族群就是水泥哈，水泥最近价格也是持续在攀升。好，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大陆的水泥报价。好，那台厂水泥厂在大陆的营收占比都很高哦，比如说信大的话，它的占比是60%哦。好，但我觉得它其实有优有喜啦哈。优的话就部分还是要看它的这个未来的整个中国大陆房产开工的情况。房产现在好像是比较很多停工了，被关注的产业。对，很多停工了。好，那至于说在水泥的部分呢，其实九月又传出广东、广西、两广的部分，还有江苏、云南限产，都已经限产40%了哈、嗯。不过中国大陆现在目前水泥是进入到传统旺季了，哦，九月以来水泥价格有调到2到3次，哦，那大陆的水泥库 库存好像创低嘛，对，创低，对对。好，那么可以看一下这个水泥的报价，好，这是中国大陆水泥报价，你看也是一路在往上升的，是。所以说呢，水泥我倒觉得是大家可以去关注，但是基本上水泥就那几档嘛，对不对？对，但是你看到台尼亚你今天没什么涨，嗯，好像没有反映报价。事实上，因为他们的这个经营成本也在上升，嗯，因为水泥大家都知道窑烧啊，要用很多的这个煤啦，哈，对，所以说呢，煤价涨的话，其实对他来讲，它成本也增加，对，这一抵消之后，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讲吧，水泥应该是稳健经营。好，这个是水泥报价部分。对，好，待会木华哥的加强令要讲什么？答案就在这张图片里面。阮哥，我们今天在 FB 的特地针对你加强令的专题哦，是我们小编很有才哦，放了一个吐司，还有20块美金，盘子跟20块美金、嗯，到底是台股哪一个族群呢？好不好？我们待会加强令会公布答案，答对的有奖哦，好不好？我可以猜一下吗？当然可以啊，木华哥，请讲。两光。两光啦，两光到底是 二就是两嘛，对，吐司吃光就光嘛，是两光了。为什么是两光？到底对不对呢？请锁定待会的加强定哦。来，第三位来宾呢，请教到对岸的纪老师哦。全球股市呢，资金有没有开始失血呢？那他针对几个面向呢，给大家做一个讨论。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纪老师。那两个礼拜没跟我们投资朋友见面了哈。那这两个礼拜其实市场上发生了蛮多的大事哦，比如说这两天这个我们看到微信、微博上面，这个很多的台商朋友都在忙着说要限电啊，大陆要限电了，那限电到底怎么办啊？那再过来也看到了这个孟晚舟啊，这个被释放的一个问题，一个消息啊。实际上这个就是政治协商啊，政治协商的一个结果。其实这段时间其实还有很大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所谓的法国，呵呵，法国被这个英国、美国打一巴掌啊，所以这个欧盟其实对这个澳洲的那个取消这个核潜艇啊，其实也有很大的问题。那问题是说，这个澳洲为什么会取得核潜艇啊？这是我们要去思考问题哦。这个很多问题了啊。这段时间其实这个充斥着这个市场。好，这不讲太多了。我们看看这段时间的国际上那个经济的一个变化情形啊。很明显说，我们在之前一直讲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美国一直在印钞票，那美国一直在印钞票，那钱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哦，在前几天这个 FED 的会议哦，就是暂时还是不升息哦。那不升息来讲的话，其实这也是短时间的一个问题而已啊，早晚要升息的。我们曾经讲到过说，美国早晚要升息，它这段时间一直放水啊，一直 QE 的结果会胀死啊，胀死就造成所谓的通货膨胀。那如果它现在是缩手，那这个升息的话，这个缩减 QE 的规模的话，这个市场上会渴死啊，市场上缺钱啊。说美国的一个债务上限啊，在这一段时间两党并没有所谓取得一个共识啊，所以还面临所谓债务上限的问题啊。很明显的，美国要把全世界给拉下水。美国印那么多钱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其实很明显的跑到有钱人的口袋上面去了。哦，包括你看这段时间的房地产的价格大涨，哦，你看到二手车的价格大涨，包括另类资产投资的价格也大涨。那另类资产包括什么？包括我们说虚拟货币啦，包括古董字画，这些通通都是所谓另类投资。我们看到这个图，就是说每隔一段时间，美国的所谓的货币供给额 M 度增加一倍的时间，
啊，实际上我们如果用所谓对数图会比较明显啊。那所以资金成长一倍，就是我一块钱变两块钱，两块钱变四块钱，四块钱变八块钱啊。实际上大概每隔一个十年，大概这个周期啊，这个美国的一个资金它的货币供给的增长一倍，大概就是这个周期。那目前来看，其实它的一个周期速度很快，因为现在背时很大。我翻一倍的话，那钱是不得了的啊，不得了！你看到这个图形啊，我们看这个图形来看一看。那这个图形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美国在这一段时间，它的资金大幅的成长，这是美国的一个公债的一个问题啊。公债它目前来讲28兆了啊，28兆是什么概念？我可能想象不到，28兆是美元啊。那美国这一段时间公布它 GDP 啊，大概今年预估是21兆。哦，他的负债已经28兆了啊，那他的一个 GDP 只有21兆。我们思考一下，刚才提到过说 FED 在这段时间其实暂不升息啊，暂不升息，市场预估这个所谓的基本利率在今年来讲可能维持零利率，几乎等于零利率，明年大概才会启动所谓升息的节奏啊，升息的节奏大概在这两三年，它的市场的利率会维持可能0.9到所谓的2.1。那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哦，这个债务一段不断的一个在往上累积啊，往上累积，预估到2024年，就是3年以后，那美国的一个负债将达到所谓的33兆。如果按所谓2.75%的一个利率来看的话啊，美国每年偿还的利息大概有9000亿，光还利息就已经不得了了。怎么办呢？啊，你说，哎，2.75会有那么高的一个债息需要还吗？来，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一段时间美国十年期公债在前几天其实已经飙升到什么地方？到1.446左右啊，1.446左右，这是什么概念？那这是五年的图形啊，这大图是五年图形，这个小图是这个一年期的图形。从这个小图你会发现它在一年来的一个高点附近。那你说，哎，五年图形它其实是刚在起涨嘛，哎，你看看说这个是 1.46， 市场已经预期未来升息的一个状况，就是债券价格往下掉啊，往下走。那你看到这里很明显的，美国如果升息，什么人会受到影响？刚才说美国政府每年光偿还所谓的利息就9000亿，他每年有多少的一个可支配的一个资金可以运用？他光那个所谓的一个军备哦，大概有6000亿到7000亿美金，还有利息9000亿了。除了这样子升息的话，美国企业怎么办？美国企业它的经营成本会增加，还有什么？美国的老百姓怎么办？美国的老百姓可支配所得会减少。因为升息，我要偿还我的房贷、我的车贷，我要偿还的一个利息增加的，我可支配所得就会减少了。那如果美国没有新的经济动能带动它的一个经济往上走，怎么办？你不能每次都依靠着所谓的股价在往上创新高，那你找不到新的热点，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好，我们看到另外的东西 ，FED 逆回购。FED 逆回购的金额创新高，我们曾经讲过 FED 逆回购的一个问题。其实市场上这个逆回购通常是银行间在做的，那银行间还有包括什么？包括了没有办法，就是什么货币型基金，货币型基金在买这些所谓的这个逆回购，让 FED 又设置了一个所谓的一个什么隔夜回购的什么 FRF 啊，上限金额5000亿，这跟逆回购是相悖的两个政策，是让什么？让市场上这种货币型基金，它有所谓的一个购买标的，每天就钱就来银行端的换手一下，赚了一点点的利息，不然没有办法。逆回购，我们在讲逆回购的这个情形的时候，那时候是8-9千亿，接近1兆，现在什么？已经到1.3兆了，1.283，1.3兆了。逆回购金额创新高，没有标的呀，没有投资标的呀，怎么办？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所谓贫富差距的一个问题。贫富差距，这个是想象中的一个惊人啊！你看看这里告诉我们说，主要的这个1%的美国家庭净资产
超过了41.5兆，但是中下阶层50% 的这个群众，他拥有全部净资产的2% 而已啊。你看到第一个哈、哦，第一个是实质资产，就房地产啊，房地产，它包括比较重要，可能第三个啊、哦，第三个是公司的一个股权啊、哦，比如说马斯克啦、祖克伯，他们为什么那么有钱？因为他们拥有公司的股份嘛，还有包括什么 mutual fund 什么共同基金哦。第三个，再过来可能比较重要的，可能是还有包括养老金啊、哦，那养老金的比重大概也占了 7.2%， 还有另类投资啊、哦，另类投资我们刚才提到过了、哦。这个包括了所谓的一个虚拟货币，哦，这个马斯克只要拿1%，哦，就可以横扫全军了，对不对？那现在这个中国大陆也在打所谓的虚拟货币，所以你看看这个虚拟货币，其实这段时间会有什么情形，自己思考一下。回到这边，全世界的贫富差距不是只有美国，全世界贫富差距那么的严重，哎，我们买股票那一点点，这些有钱人根本看不在眼里。他们当作游戏啊，哦，那当然，我们有些年轻朋友也是把买股票当作游戏，也有可能嘛，哦，但是贫富差距不断的扩大，所以会产生所谓的川普这样子的人出现，哦，那才会变成说他必须往外塑造一个假想敌，所以你要去思考这些问题哦。美国通货膨胀严不严重？来，你说不严重，美国通货膨胀只是暂时的吗？你看看这个，哦。这几个月我们看到说，哎，美国的什么通货膨胀率，1、2、3、4、5，连续五个月，然后四个月前，哎，五个月前说只有4.2，它这几个月都维持5%以上，5%以上，就是说我的通货膨胀率维持高档，但是我的 GDP， 我的经济成长率只有什么越来越往下走，第一季是 6.3， 第二季是 6.6， 第三季是 3.6， 预估第四季不会更好。因为这是比较积极的概念，美国找不到新的动能带动它的经济能够成长，怎么办？我刚才讲过，不能只依靠所谓的股票，那他就要到处去找方法，如果找不到方法，他就把全世界给拉下水。你看他这美国有没有通货膨胀问题，看这个来的吧。我们刚才讲说这个所谓二手车啊，这个房地产、另类投资啦、资本市场、虚拟资产大涨，除此之外商品市场大涨，还包括什么美国的电价，美国现在电价也在飙涨，美国电价飙涨，你看看欧洲是不是怎么样，是不是一样的，作为欧洲基准电力的一个标准的这个所谓德国，它的电力期货已经飙涨到100欧，创下历史新高的记录，就在 这半年多，这一年来就是这样子一直涨。那电力飙涨是因为我电力用量很高吗？还是我供给不足？哦，北溪二号被美国卡脖子，卡到这一段时间才过关。俄罗斯输气到欧洲，哦，它的供气天然气的供应量减少了20%啊，对中国的供应量增加50%啊，那这也造成所谓的一个电力的一个期货价格高涨的原因之一。哦，因为供给减少了，哦，但是我电力需求不变的话，再加上市场上满满的现金，怎么办？有没有通货膨胀问题？通货膨胀是暂时的吗？好，再看看另外一个，这些都会影响到全世界，包括影响到我们台湾的投资。哦，荷兰银行表示什么？当前欧洲的天然气危机啊，已经比这个上个世纪啊70年代这个美国的石油危机更严重。石油危机啊，大概是在民国62年，1973年啊，跟1978年，你看到这边啊，这个有点蓝色线跟橘色线哦、啊，它的一个走势，在那一段时间油价的一个价格，那再看看现在天然气的价格，那这 UK 是这个英国啊，英国啊，这个天然气的一个价格也是飙涨，你刚刚看到什么？德国电力期货。电力期货为什么价格飙涨？因为他们的这个所谓的电力来源主要是什么？少量是燃煤了，大部分什么是烧天然气了，还有核电，所以天然气的价格飙涨，你说电力价格会不会涨？那是电力价格涨引导这个所谓的天然气价格涨，还是天然气价格涨引导电力价格涨？我们投资朋友自己去思考一下。另外，我们来看到什么？布兰特原油。那为什么讲布兰特原油？布兰特原油是属于这个在欧洲，
布兰特原油的一个价格到了90块钱当下这个压力区附近。哦，这布兰特原油的一个这个连续月的一个走势图，啊，你会发现说它的历史高价大概是在113块、120块不到，啊，那跟西德州原油，啊，价格是有一些差距。OK， 90块钱，如果在这个情况继续下去的话，那原油价格会不会涨？物价膨胀的话，原油价格会不会涨？啊，你说，哎呦，这个以前我们在看到说这个原油报价能到146块。原油价格会不会涨？哦，我们讲到西德州原油，哦，那原油价格会涨的话，会不会有所谓的通货膨胀的一个隐忧或压力？通货膨胀只是暂时的吗？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这一段时间，哦，我们看到说，哎，动力煤的价格大涨，我们在讲所谓的这个焦炭跟动力煤已经讲了大概有2-3个月时间，我们跟同学跟我们投资朋友分享过，因为从澳洲进口的，因为中澳关系不是很好，所以从澳洲进口的这个所谓的一个矿场，哦，现在都打住了，哦，几十艘的这个煤炭船，或者是在这个上海这个洋山港外面这边绕了大半年，哦，就是没有办法，哦，中国大陆不要。再跟所谓这个蒙古国，哦，进口这个所谓的一个煤，也是因为什么？因为疫情的关系，哦，所以进口量减少。在中国大陆的一个煤价为什么高涨？好，如果煤的价格维持在600块左右，那比较好控制。控制什么？控制我的电价。中国大陆目前来讲还没涨电价，那我从国外进口的一个原物料价格往上涨，比如说天然气价格，哦，当然它是契约价，哦，短时间影响还不是很明显，哦，比如说煤的价格往上涨，那电价会不会往上涨？那中国大陆的一个所谓的限电真的是限电吗？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如果现在全世界只有中国大陆它的一个产能能够稳定的输出，因为很多的地方因为疫情没有这个产出，在这个情况之下，中国大陆有很多所谓的一个企业它盲目的扩充它产能，等欧美经济复苏稳定，它的一个产能恢复正常的情况之下的话，这些盲目扩充产能的中国企业怎么办？所以中国大陆是自己在抽破自己的泡沫，它要压缩低端产能，把这些低端的产能给去除掉。那在这两天我们看到很多台商朋友在讨论一个问题，说要不要涨价，因为这一段时间原物料价格涨，我企业成本增加，但是企业成本增加之后说自行吸收，现在因为电力往上涨，不是电力，限电的情况，它的产能调配会出现问题，那价格要不要往上涨？所以普遍他们已经给客户涨价的通知，所以把这个涨价问题转嫁给什么中下游，那会不会有物价上涨的问题？那这个动力煤价格暴涨跟限电其实是因果关系，因为中国大陆它其实是所谓的一个绿能比重最高的国家之一啦。我们看到说中国大陆它的一个风电啊，这个水力发电、风电、太阳能跟核电占比重是20%，但是它有很大比重是什么？燃煤了，还是要烧煤炭，还有天然气。但是有很多地方它已经转天然气了，哦，转天然气，因为东澳在，哎，明年2月4号到2月20号，好，它维持一个比较干净的一个环境，所以限电的原因一方面是他要去调整他的一个电网的设置，啊，整个电网的设置，一方面他要逼这些所谓盲目扩产的这些中低端的产业他开始可以缩手，你不要等到欧美进来你这个泡沫被戳破，他自己把自己泡沫给戳破。但是这个价煤价涨价的问题会不会存在？还会存在，因为市场上有一种逐强的一个特性，所以煤价涨，所以投资人会追逐这个往上涨的一个煤的价格，所以煤价上涨对他们的电力发电成本是增加的，会不会转嫁出来？现在是限电，那会不会转嫁？电价要不要调整？电价会不会调整？我们在之前我们已经讲过，我们是介绍所谓电力相关的题材的标的，3个月之前我们就介绍过一档，哦，新电能源，自己去查一下。这段时间电力相关题材股票也是往上涨，你要去思考。
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手头上拥有现金其实是蛮重要的。好，那你看看说欧美现在美国人开始存钱，我已经讲过很多次，美国人开始存钱，但是中国银行的存款是美国银行存款的两倍啊！你说中国大陆人多，对，人多，那你说哎，这个有些钱可能是在什么财团有钱人手上，哎，被平均下去，有可能。但实际上，中国大陆老百姓的手头上还是有些钱。你说哎，房地产的问题，哎，房地产的确是有问题，恒大不是有问题，很多房地产是有问题，的确是有问题。但是我要思考另外一个原因，你说目前恒大资不抵债吗？财报资产还大于负债，他只是说他进入清算阶段，可能会怎么样？会可能资不抵债，因为大家什么清算阶段，大家便宜去买他的资产。其他的房地产产业有没有这个问题？中国大陆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都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所以他自己在搓泡沫。在他能够承担的范围之内，他在搓这个泡沫。好，那这样子来看的话，市场上拥有现金很重要。那市场上拥有现金，现在资金会跑到什么地方去？在这个泡沫当中有没有其他的行情？哦 ，OK， 我们看到说美国 S&P 以 S&P 为比较基准的话，所有的商品价格都在涨。哦，几次的泡沫，但是我们发现说，现在大宗商品的价格，在 S&P 500指数当中啊，大宗商品指数的价格是在相对的低档区。大宗商品包括什么？农产品啊，我们吃的东西之类的，原物料，大宗商品。OK， 大宗商品会不会有一波行情？那大宗商品行情的话，会不会有所谓物价膨胀的问题？那我们要投资什么？往这方面去思考，哦，那休息一下，我们再加上定，我们来看看说什么标的，我们可以去试着去出手去做投资。好，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